在爱与勇气以及希望的名义之下，魔法公主神圣诞生，台虎大富翁不死鸟之剑出鞘。欢迎回到星座占卜，我是千涵，我是森森老师。这周台股狂杀近千点，有哪些不死鸟好股可以留意的？有啊，有12档台股的好股，包君满意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工作方面的星座运势吧。狮子座在工作上容易遇到得力的助手，或者是找到不错的员工哦。天秤座遇到困境，与其用蛮力，不如靠智取哦，你会有些不错的点子出现。那射手座工作上面越来越得心应手啦，有步步高升的机会哦。最后是水瓶座，最近有升官运，还有贵人出现，不过这些贵人呢都蛮大咖的，要看你有没有实力承接咯。老师怎么看？绝对有实力啊，这个贵人呢就在各位面前啊，旗红。大家想说宅经济嘛，要用电脑，对不对？还有5G要用电脑啊，这个散热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而且呢，这个公司呢，目前呢，它不管是有美系的，还有那个中国的那方面的，有很大的订单。所以呢，这档股票呢，可以说内外的那个贵人呐、啊，都来相助了，大家就多多留意。那么再一档呢，就是元晶啊，这个公司呢它不但有太阳能这个方面，还有太阳能模组。目前呢，它也订单开始在发酵了，沉寂一段时间后呢，开始有一些订单出炉，预估下半年呢，整个行情市况都会转好，所以呢，这几个星座投资朋友多多关照了。在关心桃花运方面，牡羊座最近感情有点不顺心，对方的意见比较多，你可能就要先配合一下。巨蟹座感情方面比较想独处冷静一下，另一半会比较辛苦一点，要多配合你一点。那处女座周遭桃花蛮多的，但是你比较兴致缺缺，比较挑剔一点欸，是不是因为之前受伤太深了呢？天蝎座如果能像朋友一样以平常心来相处的话，感情反而会发展的比较迅速哦，所以不要太控制了。老师怎么看？安吉他属于太阳能的，目前呢他有一个订单啊，接到 7.74 亿，这个是一个太阳能厂的一个标案，他们已经有到手了。所以呢近期这个股票呢不但呢受到法人的认同，然后呢内资外资啊都一起同买了。目前这种强者恒强的股票呢不用怕什么追高不追高，压着就要买压着就要买，因为它是目前缺电下的最大的一个受惠者。再来一个呢就是绿电啊、哦。绿电呢其实呢它跟电啊也没有很大的关联，但是跟有一个东西比较有关联。它就是呢废弃物的处理。那么废弃物的处理呢，它很多 3C 产品给它处理之后呢，可以提炼那个铜啊，提炼那个镍啊，那么还有铝啊，那么金属呢，目前都是宝啊。那这公司目前就在涨这一块领域。那在目前呢，这个消息面还在主导这种热络的行情当中呢，这两档股票可以多多留意了。在关于财运方面，金牛座最近有发现一些理财新的方式，是有赚钱的哦，也让你更有信心了。双子座呢，有打开正财运的机会，也许是开发一个品项啊，找到新的出路等等。老师怎么看呢？第三代半导体的汉磊啊，它是台湾呢最纯的这一档啊，你们就多多留意啊。这个呢，以后会有大放异彩。目前在主底当中呢，你的眼光要放远，慧眼识英雄，把它给抓起来了。那么另外一档呢就是新唐。新唐它属于华星集团的，它叫做 MCU 微控制器。你们去想哦，很多东西没有微控制器你怎么用呢？大家说玩具啦，消费性 IC 啦，包括你家开的电源，没有微控制器怎么用？所以呢这个新唐啊，目前呢以它多波浪的一个打底啊，虽然它没有说一下子喷发，但是主体当商机来的时候呢，加上它有大财团，有后面的富爸爸，这档股票呢未来都有一个大商机大前景的，好好的注意了。最后关于健康方面，摩羯座啊，最近要把握健康的好运哦，比如筋骨酸痛，你会遇到不错的按摩师，或者遇到很棒的治疗方式、治疗器材等等，赶快把握吧。双鱼座最近就是睡不好，要特别注意睡眠的问题啊。老师怎么看呢？台湾呢有两档股票，说实在它是很稳健的，它不见得天天暴涨，但是你买的绝对睡得着觉。一个叫做呢这个金元一哥台积电，一个是金元二哥叫做联电。这两档股票呢以长期的眼光来看，它后面还有具有爆发力，所以呢这个战争呢、啊、把这些股价打下来，正是大家眼睛要好好的注意的地方。谢谢老师的分析，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下周幸运星 TOP4 到底是谁，就请珊珊老师来揭秘吧。马上来揭晓下周幸运星第四名是创维，创维
他呢经过一波的喷涨之后呢，开始呢做一个抖动的修正，但是呢他还预估呢有一波风云再起的时候，他是控制 IC 的霸主，所以多多留意了。那我们来揭晓第三名是智元。智元它是客制化的 IC 哦，它呢飙到300多块以后呢开始回档了，回档之后等它冷却几天之后呢，它还会风云再起的，大家好好的留意。那接下来第二名是联阳。联阳啊，它是属于联家军的啊，继智元之后呢，这档股票可能呢有接棒的意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100多块股要配9块钱啊，所以呢这个公司啊，它目前呢有一个主体的现象，它沉寂的好久了，从无量到有量，现在呢法人呢一直在吃货。那你揭晓第一名是荣运。哇，这个荣运啊，它有一个最好的题材，也就是陆海空三个全部集在一起，因为它属于长荣集团里面的，长荣集团有天上的，有海的，有陆上的，所以这张股票呢三合一题材啊，所以呢目前大家多关照这种小而美股票，准备大放异彩。李老师精彩的分析，想要知道更多个股的操作消息，就要持续锁定星座专股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